想今天啊，我们非常的感动啊，在我们这个偏乡能够有机会啊来欣赏这么高水平的音乐演奏会，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尤其呢，它背后所包含的意义，是为我们最基层弱势的我们脊椎损伤的这些乡亲啊，能够提供他们电动车的一个购买的基金。今天的音乐会不只是我们国内的首席的名家到花莲来的这样的一个表演，更是在这样的美妙的音律当中，让大家一起分享慈悲喜舍跟最善良的爱心。这是一个全国劝募的申请活动，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募得1200万，一次就帮助花莲县400位因为脊椎受伤的这些伤者能够来买电动轮椅。所以我们今天到花莲来办这场音乐会，我们希望在地人来帮助在地人的这个想法。我们希望借由这场音乐会，让花莲自己的这些民众乡亲能够来帮助花莲在地这些需要被帮助的这些脊损伤者，这是我们今天办这场音乐会主要的目的。今天很高兴承蒙花莲县政府文化局免费提供这个音乐会的场地来举办这次的募款音乐会，也很感谢陈守石团长在听到我们花莲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主动提出要帮我们协会募款来为脊髓损伤者筹募电动轮椅，也感谢花莲各地的乡亲踊跃的支持参加，也踊跃的募款。